来我问你，你是伫听？我是伊的阿公。你住伫？你住来搬偌久了？阿公，毋是阿公。你住伊来搬偌久了？我是伊的，伊是我的大孙阿弟。我知你住伊来搬偌久了。安怎讲来搬偌久？你住伊身躯来搬偌久了？我会甲你讲，伊就是我的大孙。我知你住伊的身躯转来搬偌久了？偌久我唔知。唉，偌久都唔知，怎呢？你住来搬呢？我甲你讲，伊是我的大孙阿妹。我1969年死。我徛，毋是徛阿嬷桥，我徛阿德淡孙，山顶厝，门牌1764。哎，是山顶厝，我阿公是一个家龙军呢，战休三个。阿公想听一些阿弟，我无泪对阿弟笑顶着。我有泪，我给阿弟，我想听伊。威廉，威廉，你的名字叫阿弟啊？不是。阿弟是谁来的？是我。他叫阿弟啊。我的片名叫阿弟。哦，现在这个阿公是谁的阿公？我的阿公。他自己的阿公啊？哦，我还以为是你的阿公。你不。他无咧，因爸我。哦，因爸了哈，伊是伫点？伊乡啊，你跟伊伫点？坐好好，坐好好。你跪落来。安怎你叫伊跪落来咧？伊跪落来，你叫伊跪落。安怎你跪？你叫伊跪落。我是师傅，什么代志你得甲讲，你袂使叫伊做什么做什么。安怎你爱伊跪咧甲讲先？我甲伊讲哦，伊即个，伊是啥？我知，但是我偏莫讲，伊是阿弟，离婚再嫁。阿弟的，就是我的囝仔孙，上大叫金浩。袂歹。我就是问你，安怎咧？安怎咧？爱叫舅。几号来嘞？安怎嘞？伊做真侪沙拉物件，伊欺负我。你是谁？我的孙阿弟，伊欺负。是啥？大声碎声我。碎声碎声碎声。